青菜对吗？对，稍微打一下。才过了没几天，这个青菜都那么大了。好，多拔一点啊，我们喂鸡翅。你们找找看，哪些是新的？这只吗？新伙伴。应该就是珍珠体的吧？对。啊！这是小鸡。哦，这样的。嗯，好不好看？果汁在哪里啊？啊，在哪里？果汁在哪里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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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等不过来了呢，我看一下呢啊。呵呵呵呵。哦，这真紧，真一点也没紧啊，紧到的。你干的啦？哦，等奶奶。奶奶，哎呀。哦，等奶奶，哦，别干，别拉着奶奶去呗。还有吗？哦，喂，干的啊。哦，这个哪个？假的啊！哪些啦？哪？哪些啦？那么些，那鱼那个小吃。俺碰哪些多了呀？那么些来啦，来几个？吃不吃啦？是不是不吃了啦？怎么得两三个呢？那我们俩在搞搞呀，这种，山里各种这个啦，不自己养了呢。我们俩这是珍珠鸡啊，养只能做好看嘛。哎，那来这边想啊，我们俩自己养看看。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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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再来。哥哥嘎，
烧烤给你吃啊？嗯啊，阿姨。鸡蛋。鸡蛋啊，鸡蛋有。咦，啊，吃饭了。妈妈，这个鸡蛋跟怎么碎了？那姐姐递给你了呢，花菜不就干熟了吃了呢？来呀，咕咕嘎！咕嘎，咕嘎，咕嘎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！咕咕嘎，咕咕嘎。啊，吃鸡蛋很积极的。嗯。妈，你俩在手机里头看见狗了？看见狗了呢？哎呦，嗯，是干了不啦？在吃呀，简直光死了。省了多少钱了？嗯，妈说都吃了这点嘞。那你妈嘞呀？哦，我小时候妈嘞，我都在吃羊肉吃啊。嗯。碾子鸡，20只鸡加16只，等于多少？36。啊，还有2只鹅，对不对？38。买这种羊鹅。嗯。够顶少顶。你早上忙活吃过去吗？嘎嘎有点嘎嘎嘎不要抢，姐姐给你咬了，姐姐给你咬了，有杜华